阿妈，我过啊。我们是以刑法的公共危险、妨害自由、妨害公务还有伤害等罪嫌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。那公共危险的话，是不是还有含那几项的部分？那公共危险的部分，第一个它就是酒后驾车，那我们测出来它是1.28哈，那还有就肇事逃逸，它是计程车开走以后，我在就建国西路的部分有跟一名就骑机车有发生车祸，后来就肇事逃逸。那另外就是包含危险驾车的部分。他本身是不是有原警错站怎么样？所以我们就他嫌犯被我们拦下来，又冲撞原警的部分，冲撞警车的部分，我们同仁就及时破窗将嫌犯把他拉出来逮捕。那破窗的时候，稍微我们的同仁手指有割伤。